流亡是一个精神酷刑啊！讲到六四的话，绝对不可以不讲崔健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。系咪每一年许完烛光？ 喊完啦，咁样咁就哦，下年再嚟过，你下年再喊过啦，咁样即系我谂呢个唔系一个唔系唔好，而系唔系唯一一个纪念呢件事嘅一个方式。我是方正的女儿，这是我父亲邬平辉。 台湾社会不会忘记228。